各位参加数位梦想连结世界 Soft Power is Changing the World 论坛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万物联网人工智慧的浪潮已经来临，台湾就站在浪头上。去年一月，微软宣布在台湾设置人工智慧研发中心，五年之内要聘用200位 AI 的资深研究人员。随后1月18日行政院院会通过了台湾 AI 行动计划，每年投入将近100亿元的预算，要让台湾成为全球人工智慧的创新枢纽。上个月底， Google 正式启动了智慧台湾计划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就是每年要在台湾培训5000位人工智慧人才。中华软协在邱月香理事长的带领之下，建级履级的在2018年就成立了 AI 大数据智慧应用促进会，就是要协助台湾的资服业者快速媒合 AI 解决方案的能量，提升产品与服务的价值，达成 AI 产业化、产业 AI 化的愿景。台湾有强大的资通讯软硬体研发能力与最完整的产业群聚，我们只要把握人工智慧的发展趋势，那么台湾就是全球最好的生活实验场域，可以让未来透过我们而来临。最后感谢大家的聆听，也预祝这次论坛圆满顺利，谢谢大家。